四，啊，吸气的时候两手往上画弧，来吸气。呼气，再吸气，再呼气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吸气。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这叫预备式。第二招，我们叫这个呼气。啊，呼气呢，就是吸气的时候耸肩，啊，吸气。耸到一半的时候，再吸一口气，肩部往后转，头往后仰，然后呼气，45度角，啊，再做一次，吸气，做8次，啊，再来呢？就是虚静，啊，虚静呢，就是吸气的时候一节一节的吸进来，吸到丹田，然后再呼出去，一节一节的呼出去，叫做逐节呼吸法，啊，然后在吸的时候心中默念静静静静静啊，呼气，把所有的废气都呼出去。吸气，静静静，做8次，啊，然后抖弓，抖弓呢，用肚子开始先抖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吸一口气，然后抖，然后肩膀抖，全身抖。每分钟抖164次，抖呢2分钟到3分钟，好，这个叫做抖弓。抖弓完了，我们要练转肩。转肩就是正方向，手呢就像我们那个自由式一样，这样后面转过来，不是这样转，要后面转过来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往后面拉过去啊。那么我们转的时候，先从正方向转啊，自由呼吸，然后转到45度角，然后呢再转回来。好，转到这边，再这个手出去，哎，再转回来。再用这个手出去，好，再转回来，这样来回8次，这样会吗？最后呢，就是收势，收势呢，两手开始合掌吸气，往上，还是吸气，到头部以后呼气下来。这个要做3次，然后最后完了以后进站，放松，闭目养神，进站3分钟。自然呼吸，心无挂碍。好，3分钟了，这样会不会？我每个礼拜的下课都要跟你们
重复一次，回家记得我们预备式做三次，然后服气做八次，虚静做八次，抖弓做三分钟，然后转肩左右各八次，最后静站，收弓收势做三次，最后做静站，这样 OK 吗？回家要苦练。